哇，这个锤子看起来很有威力啊！你妈，等会那个老太太过来，我操，我直接把她牙打掉啊！胡闹！干什么玩意？胡闹了！哎呦，这个鬼怎么老喜欢关灯呢？你说，我怎么锤不动啊？ 老子今天锤死你个逼！你再搞下来，你再……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哎呀哥，瞎搞！